开始。他们两个可是热恋中的情侣，是假的恋情。为什么我要跟这母猩猩？不要跟这种豆芽菜交往。收场会不会真的在交往？演变成现在只能拼命假装成恋人，真的爱情。让开。一个绝对能相信的假的爱情故事，未恋第一集，12月27日起，就在 Animax。